抖音还有分国际版、大陆版先啊，2016年好像9月，大陆版先出来，隔年2017年，现在2021年，才几年而已呢，很多人在用呢，大陆的，还有大陆版呢，一般呢，大陆以外用的叫国际版的呢。现在画面看的那个是国际版的嘞，大陆版的好像叫抖音短视频，抖音短视频呢。从15秒到1分钟到3分钟到5分钟，现在已经可以上传5分钟影片，粉丝3000个左右的时候注意到有，晚上。注意到可以直播了，直播影片储存90天而已哦。